哎呦，到点儿下班了。哎，这别人都往出出还来不及，怎么还往进闯呢？没人了，出来吧。先生，您这样能算命啊？算什么算？还让不让人下班了？先生，求求你，给我孩子算算吧。先生，求您了，我来这儿啊，就是换孩子平安的。先生，哎，又下班了啊？抽一签吧。哎，谢谢。先生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花开地落，阴阳轮转，造孽呀！还好我来了。还好什么呢？趁门没关，赶紧回去。不行，你这是会坏了规矩的。不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要看着门彻底关了，我才安心。虽然我们素未谋面，但是妈妈爱你。再见。产妇血压降低，胎儿心率也在下降。陈医生，是羊水失色，胎儿情况突变异常，现在情况危险，我们保大人吧。保持冷静。先生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的孩子，你不是说？冷暖自保，妇联心。莫非他要救你？不，不可以，他不能进来。先生，求求你帮帮我，应该怎么做？先生，这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？先生，求求你了，帮帮我吧，救救孩子。先生，此门隔阴阳，除非……哎，不能关，回来。啊，还得是你，下次再来啊。好，先生，算什么呀？什么也不算。先生，谢谢你。怎么是你呀？哎呀，谢我做什么呀？这次多亏了他们。先生，我上次拜托您提的字，哎，早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哎，好嘞，谢谢你。嗯，这上面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哎，你看，你呀，再看。忍者玄狐沐春风，妙手回春解急愁。你是恒长一山，恒到年，风有心未透。